中国墨兰泉是中华民俗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武术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的小花，是具有典型海派文化特色的东方艺术全操，是全民健身活动的首推项目，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科学健身方法。它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发祥于上海大事件。我在这里首先要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以及武林界的同仁们对中国墨兰泉发展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健康健身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希望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所有爱好者都能加入到中国墨兰泉的健身行列中来。愿中国墨兰泉能够成为人们健身健美的良师益友。由上海大世界墨兰泉艺术院院长李刚先生领导创立的中国墨兰泉系列规范套路，早在1992年就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被拍摄成世界上第一部墨兰泉科教电影。1996年又被国家确立为全民健身首推项目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健身国家品牌。中国墨兰泉以美著称，它博采民间各流派之长，融刚健有力的武术功架和优美潇洒的民族舞姿及戏剧气功健身原理于一炉，既能强身去病，又能自娱观赏。它节奏快慢多变，张弛有致，演练时强调精气神，注重以神领形，以形传神。习拳者将在迷人动听的民族乐曲中如歌如诉，观赏者则陶醉于以女性为主体的委婉多姿的人体语言之中。中国墨兰泉系列包括徒手拳、单扇、双扇、单剑、双剑、单圈、双圈、双匕首、五扇、拂尘、花棍等12个基本套路和主题歌活动操等若干附加套路。由于它诠释优美、简便易学，又能适应现代人们健身健美的心理需求，因而在海内外的迅速流传和崛起是理所当然的。实践证明，中国墨兰泉作为一种科学健身方法，对人体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等方面的疾病有着良好的防治效果。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愿中国墨兰泉给世界上一切爱好者们健康长寿带来福音。Thank you.
中国木兰拳，木兰出征单剑，主要剑法有几下几项。第一，云面剑，经体下，两掌心外翻，剑眼胸前画圆，当剑尖过头顶的时候，后仰头。剑经体下，掌心外翻，剑沿胸前画一立圆，当剑尖过头顶的时候，下巴抬起，头后仰。第二个剑法，矫剑，剑平举，有大拇指和食指夹剑，其他三指放松，利用手腕顺时针的旋转，带动剑尖顺时针画小立圆，剑身中剑不动，反时针矫剑，第三个剑法，矫刺，剑经右侧上刺，剑尖反手向后刺，左手上穿，两手对旋外，第四个动作，挂剑，左脚勾步，剑径上向前画立圆，左手搭腕，右脚上步，剑径前向下画立圆，左手分开，好，下面我们在本套剑术教学之前，先把本剑术的主要方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按逆时针方向设定八个方位，我的正前方为一号位，左前45度为二号位，正左方3号位，我的左后方4号位，我的正后方5号位，我的右后方6号位，正右侧7号位，右前方8号位。我们下面教学是按这个八个方向来进行讲解。
事，将军执令。第二是飒爽英姿。第三是木兰出征。四是跃马横枪。学员们，现在我们开始学本套路的一至四式。先预备式，预备式要求脚跟脚尖并拢，连臀收腹微挺胸，双肩自然下垂放平，下巴微收，目平视前方，两手摆在体侧，左手持剑，剑身贴小手臂，右手握剑指。下面开始学习一至四式。第一式，两手进左向上画力圆，右手到右侧以后，掌心悬朝上，向左画平弧至左前二号位，重心下降，右脚右后方六号位撤步，随重心后移，右手进下，左手进旁，对画弧，重心右移，左脚虚步前点，右手翻腕架掌，左手持剑在左侧，目视左前45度。第二式，重心前移，右手内旋下落，右脚右前八号位上步，左手左侧提起，右手落椅右腰侧，重心右移，左脚八号位上步，两脚跟离地，剑托子头顶云顶，右脚八号位退步，左手落子腹前，右手掌心朝下，和左手对接剑。
重心右移，左脚八号位后撤，肩颈下方向八号位反撂，左手进体前上架指。重心右移，左脚横步，左手经左侧下落，随重心左移，左手往前移，右手剑下穿，穿到左侧腋下，右脚八号位退步，随重心后坐，身体右转，两手反时针向画小立圆，重心右移，左脚后插步，右手提剑，左手负右手腕，随后左手剑指抹剑至剑尖下侧立指，左脚一号位上步，体右转，右了剑，右脚盖步，左脚横步沉剑，重心左移，右脚后退，左脚回收，虚步高提剑，重心下降，剑落子胯旁，左脚上步前弓，剑下刺，左手架指，重心后移，左手经右肩下落，左脚虚步回收，剑指前指，剑回抽，左脚前上步，弓步往前刺，右手外旋外，左脚盖步，重心前移，后脚跟离地，两手对画立圆，右手劈，左手掌心朝下，歇步下蹲，绷剑，手剑各插45度，起立，重心前移，左手架顶，右手平点剑，好，前面把1至4式跟大家讲解了一遍，下面请学员把这一式一式一式演练一遍。好，第一式开始，好，这一式呢，高学要求呢，手的高度是平肩，有肩向左侧，注意控制手的高度，哎，控制手的高度，手尽量用腰带动手转，啊，这是一点。好，下面请做一下第二式。好，这一次有两个问题我讲一下。第一个问题，在做剑的时候注意剑的反撩必须剑刃前后，剑要直上直下，所以是反立剑，
剑不能平，一平剑结了，所以要求剑掌心朝后。哎，这一点要注意一下。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前面一个动作，一开始云顶的时候眼睛要看剑，看剑，只有这样子呢使剑不过头顶。好，注意这两点。下面做第三式，好，这个动作要求手腕一般和肩同高，要撑肘，剑架起以后呢基本上剑指对着剑尖，把肘肩拉开。好，下面做第四式，好，这里边有两个动作我讲一下。第一个动作要注意的就是刚才在劈的时候左手掌心朝下，不是朝前，做一下，对啊，掌心朝下不是朝前，这一点要注意的。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刚才动作只有一个右撩剑，没有左撩剑。右撩剑有的，左是沉剑提剑，不是右撩剑左撩剑，左边的撩剑没有的啊。右撩剑沉提剑啊，这一点再来一下。好，上步撩沉提剑，往下刺，前指的时候注意一下，前指不要推指，直接往前穿指，不要推指以后再立指啊。哎，直接伸的。好，这边还要注意一点，剑抽的位置不要抽到腰部，要抽到胯部，往下沉胯，沉，不要摆在这儿。好，再下去一下。哎，对，掌心朝下。好，绷绷，注意一下，剑是斜四十五度，指翘四十五度。好，这两个四十五度。好，点。好，这道一到四式呢我们就讲到这儿。是将军指令，第二是飒爽英姿。三是木兰出征。第四是跃马横枪。
过关斩将。六是威震山河。第七是神龙搅海。是过关斩将。六是威震山河。第七是神龙搅海。下面我们开始学习五至八式。左脚横步，右手掌心翻朝后，剑下垂，画小立圆，重心左移，右脚横步，剑外面画小立圆，转至后方，左脚前踢独立，左手向左抹剑立直，左脚跟体旁落步，脚尖外展，剑下挂，两手交叉，右脚后抬，左手抹剑，右脚前弓步，右手平劈，左手上架，左脚尖外展，重心下降，剑内绷，左手按掌，重心右移，两手向右画弧，左脚后插，左手上刺，剑收与
胯旁，左脚跟内旋，重心左移，两手外侧画圆，右脚跟内抠，左脚尖外展，前弓弓步平抱剑，重心后坐，外腕花，收左脚高虚步提剑，左脚左前上步，剑下压，重心前移，右脚后撤，剑前刺，左手后上举，下面请学员把五至八式演练一遍。好，开始第五式。好，这一式有两个动作讲一下。一开始注意一下，左手掌根不过肩，掌根不过肩，架剑剑刃上下立直，不能斜歪。好，第二个注意的，挂剑直立下压，直立朝下，画力圆，画力圆，直的朝下画力圆，然后再分开。好，这两点要注意一下。好，下面我们做第六式。好，这里边有几点注意一下的，你从前来一下。好，瀑布崩剑，剑直立，左手当前压掌，当前压掌不扶腕，眼看剑中间。好，下去呢。好，这边注意一下，左手上穿的时候掌心朝天，右手的剑和左手是一个方向，斜跨一个方向。好，我们做下一式。好，这个呢，我们要求弓步的时候呢，脚尖朝前，脚尖朝前。好，前面做一下，前面做一下，注意。好，旋腕。好，这里边有个动作要求，尽量腰带动旋转。好，再来一下，腰带动旋转。哎，好的，下面坐下去。拉高，尽量往前压。好的，这就是五至八式整个动作的演练过程。第五式，过关斩将。
第六式，威震山河。第七式，神龙搅海。第八式，天水一色。九是大江翻浪。时是风起云涌。第十一式，山川映月。第十二是古时沉江。学员们，下面我们开始学习九至十二式，预备，重心前移，右脚上半步，重心后坐，右手掌形旋朝上，向上挂件，左脚横步，右手进左向下穿，左手上穿，右脚盖步，两手旋外，掌心旋朝前，脚刺，左脚上步，右手掌心旋朝后，勾践前挂，重心前移，右脚虚步前点，左手落至右肩，右手剑经右肩向后平刺，两手旋腕下落，胫体前后仰云面，重心前移，左脚上步，弓步抱剑，右脚后抬上步，左脚后插压剑，两手花立圆，左脚尖内抠，右剑要前劈，左手收在腰部，右手前指，右肩后抽，右脚前踢，前方落步，两手下落，逆时针画立圆，
坐盘，右手反料，左手架上，左旋转起立，两手经体侧下落，右脚提起，两手交叉，外分打开，弓步反劈。好，下面请学员把九至十二式重复演练一遍。好，停一下。刚刚第九式呢，要注意一下，挂肩下落时候呢，剑贴身花力圆，贴身花力圆，不要斜，啊，要贴身花力圆。然后呢，剑横过来以后，再向后平刺。这样注意一下。这时候呢，左手的位置，注意，左手护肩，在胸右胸右肩护肩，啊，这一点注意一下。好，下面第十式，好，停一下。第十式动作要求。右脚后抬，轻托剑的时候，左脚更要离地，身体尽量上拔，而且身体不要前倾，要往上，哎，跟人感觉往上飘的感觉，这是一个，好，上飘，下来以后抠脚，注意一个压剑，注意一个剑力，往下压的过程，花力圆。啊，这点注意一下。好，下面做第十一式。好，这也别动，别动。这个动作要求呢，尽量你的胸口压到大腿。好，这个手呢，在额的左侧。不在耳旁，左侧，剑身后翻直立。好，起来。下面一个动作还注意一下，等一会儿。压的时候画力圆，这是这个方向画力圆。注意，画过来以后斜过去劈，不要画到那边去斜劈。好，再来一下。好，直上直下，直上直下，很好。对，要动，要求全心对腰眼，肘关节朝后，两前后把。好的，下去了。好，下面第十二式。压平。好，重来一下。向左旋转起立，向左旋转起立，左旋转起立，后移重心，再跨过去。好的，这里边的重心移动是个关键。好，还原。九式，大江翻浪。
时事，风起云涌。第十一世，山川映月。第十二世，古时沉江。资讯需求和娱乐享受，百科全书为 CD，
是我们公司的一大王牌，它集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精彩节目一浪接一浪，百科全书为基地，为您全面奉上。百科全书为基地，肯定有一款适合您。